这个 vineyard 似乎到你们电视上也看过，跳舞呢是男人的动作和女人的动作不一样，还是里面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我们男人跳舞这个动作比较多一点。这个动作有什么意思？你们知道不知道？好像好多人知道。很简单的。这个动作是人民币。我有钱就这样的意思。这是男人的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我有钱就这样的意思。第二个动作嘛，我有房子有这样的意思。 第三个动作，我又拖拉机，有这样的意思。这个动作是漂亮的玻璃家庭，我把家给我爸就这样子。这是男人的动作，这个女人的这个动作是爸爸不同意，这个动作嘛是我也不同意，就这样。是有一种冲突意思。现在我跟他一起跳可以，他同意怎么办？非来纠结这个事情。好，朋友们，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再给你们。 挑一个我给你们V-R歌曲给你们挑一个好不好？好，这个音乐呢，我们也 V-R 也叫 music，V-R 也叫 music， 电话呢叫 telephone，电脑呢叫 computer， 就这样，是吧？还是 V-R。 现在啊，留下来，对，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现在。
谢谢大家啊。我们这个农民的家朋友们给你们准备好的大型的威严出去都出去出现的。好，谢谢大家啊。我们这里机会一个节目，我们这个土特产这个地方的农民都要种葡萄，一般除了葡萄以外没有什么农作物。这个接下来的机会一个时间，大家品尝一下，了解一下农民家的葡萄干好不好？ 好，新鲜的葡萄没有成熟，我没办法给你们品尝。葡萄干里面有些葡萄干可以吃，有些葡萄干不能吃。我给你介绍，大家以后在外面买葡萄干多注意，朋友们。嗯。来，全体起立，穿上你们的薄皮的背心，我记得啊。我们这边女人先穿鞋，穿完以后。